哎呀，这前边这倒不下来了，这边贴住了，这拉了一车货呢，还。这是一个坡，这个坡不算太陡，但是它倒的已经歪了，现在往前走走不了，往下倒也倒不成。哎，你说这咋弄啊？这边贴住了，太靠右了。刚才回轮的时候回的有点慢。这司机师傅下来看一看，看这到底该怎么弄。这边太靠右了，这边已经贴住尾档了，回不了轮了。哎，这怎么弄啊？往前走走不了。顶个大石头。这是怕滑下去了。现在是加大油门往上走一走，看看能不能拉动。得加大油门，现在是能不能拉得动。这都顺下去了，都好，把车顺直了以后再往下倒，这样就好弄得多了，只要直线往下倒就行啊，这样就下去了。刚才如果是不垫那块石头，怕它往下滑，不过还好，总算是把它倒下来了，只要把车顺正了以后就能把它倒下来。好了，车已就位，开始干活了，卸车。